哎，睡太久啊，之后连谱都忘记打了。如果我忘记歌词了，剪掉。去跑操场。也不要那么凶。老师说跑社办，我读到老师的脑袋。老师会说不是跑操场。哎，老师跑社办，老师你要听那个、啊、噔噔噔，然后一朵云有没有？然后上面写跑社办20圈，我看到了。有。聪明的人才看到，我看到了。然后升旗机也看到了。好，那老师，你等一下你看一下旗到底有没有弹错，然后你再让他跑射乱几圈，好吗？那就要让我当坏人，昨天让我当坏人，今天又要当坏人，我第五届、第六届真是哦。好了，不要再整老师了，来，有请秦月。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下。